现在已经到了，慢点啊。好的。对，来拿眼镜。胃镜测。戴上试一下。咋录视频啊？啊，姑娘长得好看，眼睛可漂亮。上面那个是啥？保护膜吗？不是，上面这个它是个光圈，等于说上面看近看远是一个度数，看近是一个度数。蓝色配的是有下加光的，等于说它看底下的话是下降150度，它看是等于说200多度，看那个近它会更舒服一点。怎么样？感觉怎么样？挺舒服吧？要不我给你这个线，你看是去了还是让它戴个一周再去？因为它从来没戴过吗？你觉得呢？去了。我给你去了。行。哎，眼睛多好看！你睫毛跟那扇子。不知道还以为跳个假人吗？不跳了。眼部护理。看你多享受，阿姨待你多好。你看你平常要像阿姨这样看，多阿姨揉哪个穴位，你跟着哪个穴位就多揉揉。其实就跟眼保健操是差不多的。对，感觉怎么样？感觉好舒服。好舒服，以后就按照阿姨的这个手法，多揉一揉眼睛，到时候视力会增长的慢一点，不然的话你经常看手机啊，看电视呀、啊。再不做眼保健操的话，视力会增长得很快，明白吧？又掉了，你往上扶一点，乖。它现在正按着嘞。正按着。你等一会儿松的时候，你往上扶一点。哦。疼不疼？有点疼。啥感觉？就是疼吗？嗯。舒服不？舒服，但是没有那个阿姨按着舒服。没有阿姨按的好是吧？嗯。这不会耷拉到我嘴上？感觉是在给你揉嘴的，是不是？你的头在那动啥呀，乖？嗯。我咋看你头一起在那动啥了？还有音乐了呀，里面。怎么了？干嘛把它去了呀？好了，那就不弄了，不带了，乖。下次我们再来带，好吧？走吧，走吧。咋关了呀？不管了，一会儿给阿姨，让阿姨关吧。